咁啊，另外就系佢同阿到最后佢同阿 Anson 边嘅一场大战啦，咁样截然不同嘅价值观，咁就中意系一嘅，个中意嘅，系啦，两个截然不同嘅价值观。咁呢一场，即系呢一场戏，即系短短地，但系打得精彩嘅，我觉得好彩，短短地长啲咧，我谂佢都未必驾驭得到啊。系，因为我有见到佢拍嘅时候，啲镜头好似有啲甩甩地咁样咧，即系拍动作戏嘅时候。OK 啦都唔系 OK ，OK 啦，嘅顺，OK 畅嘅，即系好彩嗰个，因为短咧唔系好长咧，节奏就都好好嘅，我觉得，系，即系同埋打嘅节奏都好都唔适宜打太长，因为去到呢一刻，我记得我睇到喺呢一度嘅时候，我净系好想知道究竟呢件事会点收科啫。我嘅着眼点就我着眼点啊，究竟呢、这个究竟呢、这个阿 J 会唔会到临尾成为咗一个杀手嘅传说？呢一间公司俾人剿灭咗，定系点样咁样，我好想知道个结局系点啦。当其时咁样而到最后，我 shock 噶，佢都未讲完就开枪拍死佢，火火，好嘛？我觉得大快人心啊，系好几啊，憎佢，因为呢下几爽快嘅，系啊，系啊，我都几，因为我都几憎火火啊呢、这个角色，系，因为我记得佢开枪打过去，哎呀！我仲未知道我想知嘅答案咧，因为你想你咁到最后呢件事点收科啊？咁样谁不知个 app 坏嘅，系 有 bug 嘅呢个 app 咁样结果一直都系派去杀袁礼林嘅，仲要 IT 部 IT 部唔开部唔开工咁样结果接呢个 order 嘅，亦都系第五啊，定系咪第五集啊？我都唔记得系咪第五集啊？我都唔记得。第三集系啊？第三集出现嘅 payload 啦，即系 seven 咧。我究竟佢叫 seven 定 payload 咁多名嘅咧？我都唔系好 payload 系陈湛文系佢嘅，系。咁样，结果佢出手啦。有一句对白我唔明嘅，佢就系出现呢一幕之后啦，佢黑咗画面，然后阿 payload 就话我最多只要放过你，跟住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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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跟住陈湛文就瞓咗喺地下啦。咁究竟呢一句对白系咩意思咧？唔杀佢咯，就系唔杀佢，如果咪死咗陈湛文系。就系唔杀佢咯。哦，系喎，系。初初都以为佢死噶。系，哦，系，就系特登可开枪，但你打要害死系嘛？系啊，唔打要害。O K， 咁样啊，死咗。如果陈湛文死咗，就真系未免太 sad 啦。呢、這个故事系临尾呢一场戏，阿袁丽林又可爱到爆灯。哇，系啊，系啊。表白望住佢个心跳而表白哇搞咩？有乜理由唔中意佢？系啊，可爱到爆灯啫！佢嗰啲一场戏咁样我睇啲介绍咧，话佢系富家女嚟，我唔知啲系咪佢有冇讲过系有钱嘅？呢套戏入边，应该系啦，搞间咁嘅咖啡店都得。我唔应该咁谂啊！系啊，难饮仲要系啊，咁唔紧要啦，样靓 OK 嘅。咁样，系啊，你睇下，哇，你睇下佢呢个样，哇，唔觉都29岁原来，哇，几可爱。可惜，既生瑜何生亮？今时今日。你真系冇得同林明晶斗啊！我话俾你听，唔同嘅，佢系纯香港人啊嘛，林明晶系马来西亚人啊嘛，唔同嘅，林明晶有几十个广告喺手，你自欺欺人嘅呢啲讲法，唔系我拣系我系拣袁丽林嘅，系嘛？系啊，即系当然首选啦，一定袁香莹啊。
女都生埋啦。啊，系咁样呢啲 FF 有咩所谓？但系真系，我哋都，我就系我嗰个林新世代新世代女星，系我就系因为我嗰日就带阿仔去睇医生啦。咁喺嗰个诊所隔篱咧就间美容院啊嘛。你应该好耐冇出过街啦，系咪啊？哦，你只要你搭个公共交通工具。任何即系你搭个地铁啊、巴士，你都会见到林明晶。唔系你有时系少留意啫，咁你就见到个门口嗰、那个美容院门口就系放咗块林明晶嘅纸板，好靓，我好想攞佢翻屋企，1:1嘅嗰个纸板。哇！可能啲姑娘，可能啲姑娘话：喂，你攞啦，阻住喺条腰咁样。跟住当你揸车嘅时候，你就发觉点解？架架巴士嘅背脊都系林明晶嚟嘅，原来铿锵驾驶学院嘅广告。咁跟住喺 Now 嘅时候，你就会变咗咩 ？We Like Band 系嘛 ？We Like Band 啊，系诶，唔系唔系 We 系啊 We 唔系 We Lab 啊，佢嗰个广告好似系吓，啦。跟住行商场，行过又系周围几个又系嗰啲广告，搭地铁啦。地铁都系佢，地铁系啊，地铁又系佢，昂平360又系佢，系啊，啊，跟住我先食嘢，翡翠拉面小笼包又系佢，又系系食嘢又系佢，嗰啲按摩椅又系佢，化妆品又系佢，吓乜悭都系佢，黐线你根本避无可避。其实佢喺马来西亚当地红唔红咧？永浩话：首先你要有得拣先啊。你讲咩拣？我哋喺度讲拣睇戏啲戏咯，我哋拣睇戏咯，拣睇佢哋啲戏咯，睇咯吓，咁样吓，诶，唔系咁你即系我又觉得咁样做，我哋要积极啲，嗯，可能有咧，都系得 Sam 有机会你呢刻你依家冇，你依家冇，唔代表听日将来冇，系你依家冇。你将来都未必有嘅弯卖嘅弯，将来都未必有弯卖。啊，同埋啊，唔系，我兜翻转头先，我就系嗰日睇 Facebook 度睇咗张相，系啦，我就记得呢一幕。可唔可以揿出嚟睇下？系啦，好靓。哦，系啊，好靓。应该呢一幕应该就系讲阿 Anson 边第一次杀人，佢就见到个鹦鹉嗰张海报吓。鹦鹉，哇！呢个样好正，我觉得呢个样好正。反而如果唔系，我比起上嚟嘅话，我就觉得呢个头有太过鬼五马六添。中意唔系？其实你都睇到咧，其实病都系。跟身边咧，即系如果佢继续喺即系演艺事业发展咧，佢应该唔系净系可以做到啊嗰、那个佢嗰个角色叫咩名啊？阿静。系阿正嗰个中耳病嗰、那个嗰啲咁嘅性格嘅角色啊！你睇下呢，系啊，你睇呢幕呢、這个呢，即系呢个短短地呢几廿秒嘅冇对白冇剩噶啦，啊，其实好好睇喎！佢做呢啲角色，系佢呢个样好正，系啊，好好睇喎，系。O K 哦，我几惊喜啊！我喺身边佢仲好过 Ice Cream 嗰个先啦、啊，系唔系咁个 Ice Cream 都冇得发挥啲乜嘢啦？系啊，佢出嚟企咗一阵啫嘛，系啊，咁样样啊，空虚啊，空虚。杀手锋之系杀手锋之都算系我即系、就是、都算系我中意嘅电视剧嘅其中一套。系特别虽然即系以剧追剧集嚟讲系系有少少美中不足嘅，即系学阿 Billy 话斋嗰个连贯性唔系追看性连贯性唔系好强。系因为你睇完咧八集咧，其实你睇完八集之后，其实你好难去串翻做一个八集同一个原来系同一个剧嚟。嗯，系，但起码系个古仔。嗰、那个拍法都系好吸引，啲演员又好啦，我睇啲演员又好，就算你话好非常即系好客串嘅，或者系岑嘉琪嗰啲，戏份极少嘅，但系都好好睇、啊。嗯，情人妇啦，喜出望，其他情人妇好睇，情人妇系基本上都冇乜边个角色你系唔讨好咯。
哇，咁又系啊，真系好少啊！连陈子峰都好好嘅时候，真系呢套剧。哇，呢样真啊，呢样真反其实佢呢套剧入边，佢真系冇，佢有冇啲咩角色系唔麻麻地嘅咧？又真系好似冇，真系谂唔到啊！顶呢个，先一 super 话佢仿美剧啊！啊，都系啊，都系啊，尤其是第一集，好似嗰啲美剧嘅试播集咁啊！哦 ，OK， 系啊，系，仲有佢咧个佢嘅剪接手法好多蒙太奇嗰啲剪接手法咧，嗯，系，即系就香港嘅电视剧就比较少啲啦。是最多啲啊！不过我嫌佢第八集啊太多。唔系我中意佢，我中意佢啲会 short 太多。我中意佢啲灯啊！哦，系啊，啲灯都佢摆啲灯都喺剧香港剧集嚟讲都几少有咁样打法。嗯，系。哇！咩啊？阿 J 个师傅嗰个拍个维言，阿林拍嗰个维言嗰度咧，哇，嗰啲真系，嗰个独白，嗰啲真系花时间到嗰啲拍法，系。啊，其实嗰段反而我系觉得阿陈湛文佢个反应系，嗯，系做得好好，系，佢真系好捻感动。是啊，即系佢依家就系做紧佢师傅，佢当年就系话佢师傅戆鸠啊嘛。嗯，系啊，佢有份话佢师傅戆鸠，位条女使唔使啊？嗯啊啊，就系呢个亦都系就好似当年唐三藏喺《西游记》入面啊，当你真系明白到咩叫做舍身成人嘅时候，你就会翻嚟同我唱呢一首歌噶啦。嗯翻嚟唱呢一首 Only You 啦，咁样。咦，阿 Senior Super 咧就佢话系仿美剧啊。系啊，头先咪讲咗咯。咗咯。系咩系咩？错你啊！我可能开咗。你仲话系嘅？黐线嘅，你仲话答个系？系咩？我有答咩 ？B 你答嘅。我答嘅，算啦，得啦，好啦，唔好争拗，唔好拗啦，唔好拗啦，唔好拗，唔好拗晒啲时间去。啊，咁样，咁啊，嚟紧下一套剧都唔知要几时啦。咁样，三月咁咪三月尾啊嘛，系嘛？三月哇，咪仲有几个礼拜？系咩剧啊？我唔知道，啲广告都未有吓、啊。唔知道真系唔知道，系咯，完全冇声气啊嘛，好似。我 check， 你快啲讲下一个题目，我好眼瞓啦已经。系咩？系啊，我想讲少少，我仲想讲少少 Mira 喎，因为我好啊，你讲啊，我今日睇咗篇报道，即系有即系讲即系香港即系咩啊？讲好似话Make a Willie 好似话即系吹紧，我唔知真定假啦，系会揾 Mira 十二个人去拍一出戏哦哦，拍套电影系啊。咁有人分析就话，其实呢个系一个市场策略嚟讲咧，系稳赚嘅，稳赚佢一定唔好睇咯，喂，但我唔想睇咯。啊，跟住即系佢话有分析，即系分析翻即系近呢一年嘅有 Mira 成员拍嘅电影咧，其实个票房都 OK 嘅。啊，所以佢先至去攞翻呢啲数据去讲话咧，即系揾十二，即系 Mira 十二个成员去拍咧，就对于 Make a Willie 嚟讲咧，系一个稳赚嘅一个生意啦。其实，其实就系呢一种讲法都经已令我觉得好哽耳咯。系啊，跟住佢有讲到系话唔知我唔知佢边度听翻嚟，定系话佢朋友咧话系姜涛 fans 嚟嘅。佢话嗰个 fans 系睇阿妈有咗第二个，系睇咗40次，我即系我唔知坚定流啦，我唔知坚定流啦。哦，和解在后啊，啊系啊，和解在后 ，I feel so 啊 ，I feel so 啊，同阿恒仔系啊，同阿恒仔，喂，睇下 I feel so 武器都新鲜，即系扮律政英雄嗰套啊，哦，呢个系唔系啊 ，Hero 啊。要我啊，唔紧，因为有
有 IP 系啊，有问题嚟，有广东话剧嘅我睇噶，你快啲啦，快啲啦，你俾我啦，有冇陈？今次有冇陈子峰咧？应该有，冇理由冇嘅，冇理由冇嘅。咁希望有啦，中意咗佢咯。有李丽珍啊，哇正！因为你如果你话咩揾佢哋十二个拍套戏，其实你揾佢哋十二个拍套戏都唔紧要嘅。因为我除咗复仇者联盟之外，我未睇过一套戏有十二个主角而嗰套戏系好睇嘅。吓、啊，咁解啦？联盟都冇十二个啦。啊，唔止，要讲唔止，黐线嘅，要讲唔止。但系你拍咗四套戏喎、啊，系啦吓，咁、啊、样咩啊？咪你拍咗廿套戏啊？屌你，阿伯拍咗廿套戏啊，拍咗廿几套戏啊？屌，唔系唔紧要啦，唔紧要。但系你话喂，我觉得，咦系、啊，即系头先 Sam 你讲话，原来和解在后咩啊？吓，我就系唔中意佢嗰啲呢一种咁样嘅谂法咯。乜嘢叫做稳赚嘅生意啫？我因为我成日觉得，当你觉得稳赚嘅生意，其实你就系你嗰个稳赚嗰个来源系嚟自咩？就系、是、嚟自我哋啊嘛。吓、即系你摆十二个出嚟，你就要我俾钱入去睇，屌你真系大我啫。你真系大我啫，吓、啊！即系我觉得唔理唔你咁样玩，超咁讲真啦，你真系你仲玩得几多次啫？唔系佢而家实纯粹下铺咯，因为佢呢个纯粹消费 Mila fans 同埋 Mila 呢十二个人咯。系啊，因为你比好唔健康噶呢件事，我觉得系啊。你比起我你问我好捻恨睇 Eden， 我好捻恨睇姜涛佢哋做戏咩 ？Sorry， 我你比我睇呢啲我仲开心啊，其实。嗯，佢哋本行啊嘛，系啊，嗰晚超级，啱啱寻晚超级，佢哋四个跳足一个钟头、嗯，我睇得几捻开心啊！嗯，我觉得咧超级，我最近有睇咗两三，即系两三集啦，冇波睇嘅时候我睇，喂有楼下面有观众咧系好睇好多，系啊，有观众真系争好远，好睇好多，音乐节目有观众真系争好远啊！咁、嗯，但系其实呢一集应该系好耐之前拍落噶啦，系咩？因为佢哋仲喺度不断讲紧成角嘅内容。哦，阿科都有份上台唱嗰首主题曲，大师兄，系啦咁样吓。我睇佢哋，因为其实我今日我最中意话啊，我系好期待，我就想睇阿，我系想睇阿 Tiger 嘅，嗯吓、啊，我想睇下啊，会唔会见到阿 Tiger 佢？可以自己唱一首歌咧，咁样会唔会有冇噶？咁样，但系又都系始终都系冇啦。嗯，都未，可能都未得啦。但系其实我歌晚我就咁样睇，其实佢好，佢已经算好收放自如噶啦。其实，嗯，我觉得，嗯，吓、啊、以表现嚟讲，吓、啊、咁至于你话 A K， 诶，唱歌真系好听咗、哦，吓、啊。啊、即系佢系咯，啊咁啊 ，Lockman 就都系啦，都系未，我唔知啊，究竟系未轮到佢定系点样？我唔知啊。但系啱啱佢就嚟紧，佢有一套电影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杜琪峰拍嘅电影，同、阿林家栋系啦，啊命案仲系长头发嘅 Lockman 啊。都拍咗好耐啦，即系，嗯，啊，年几前拍噶啦，应该都系咁样，吓、嗯，咁啊，诶、啊，吓嚟紧有啦，有戏睇啦，啊，嗯，啊，头先话讲 Mila 嗰度咧，我加多句啊，即系如果譬如当 Make a Video 系用呢个方向去揾 Mila 拍一套戏咧，其实我都有少少本末倒置，因为譬如当你电影，譬如当可能用 Lockman 拍命案呢个做 case 啦，咁你。嗯要 casting 噶嘛？系啊，你监制导演你要揀演员噶嘛？系 啊，你要睇下边个适合呢个角色噶嘛？系啊，先至去揾个演员去做噶嘛？但系如果你话 Make a Video 系咁样去为咗呢个方向去拍一套戏嘅话，其实就唔系你本身应该有嘅嘢咯。你呢个做法咪就系好似以前嗰啲八九十年代。
即系90年代初嗰啲搞埋一堆港产片咯，港产片咯，双周一成啊嘛，只要揾到双周一成就得噶啦。个即系好似贺岁片咁样炒埋一堆，你唔知系啊，攞啲乜嘢出嚟啲咯。系啊，嗰啲咩花田喜事啊嗰啲咧。系啊，即系好唔好睇就即系大家都心里有数啦。即系纯粹睇明星咯，就系、是。系啊。啊。即系贺岁片又唔同啊嘛，咁你贺岁片你入场，哦，反正你冇嘢做，入场开开心心。啊！笑完咁就出嚟，咁就算噶啦嘛。所以你变咗你咁样嘅做法，系已经话咗俾人听呢套戏系唔好睇嘅。哦，系啊，根本你十二个人去做一套戏，十二个人都要做主角，你啲戏你都唔知点样分。咁当然你我依家都可以好肯定咁答你啦。个主角肯定唔系嗰十二个啦，系咪？你一定系明嗰三四个。然后旁边嗰啲就系行企企嘅啫，吓、你都可以好肯定系咁噶啦。明我咪跟同咯，啊，冇理由唔系啦，冇啦，你睇下新演员都冇去份，期唔期待是当真力王？咩力王啊？是当真？我哋知佢拍金制有 J 啫。是吗金制之国有 J。有 J, 是啊有 J。是当真我冇是当真拍未拍力王。是咯咩力王。我呢排冇一点睇是当真我真係跟唔到啊。呢排佢出片嘅频率少咗好多。我好耐冇睇添是当真。是啦。我睇小树旗而家。喂，最近阿力真系讲起我，啱啱我睇到嗰个香城影画，你仲记唔记得呢、這个呢一、這个呢、哦 okay, 一个 channel 啊？嗯，吓、嗯，佢最近咧有佢啱啱佢新嘅就 po 咗条片，啱佢新嘅 po 咗条片，吓、啊，咁啊，哎呀，就系先有个安信兄弟，哇，我好耐冇试过睇呢啲片，睇到句对白，我系爆笑得咁撚大声啦！我哦，佢话阿 Locker 嘅造型好似力王。哦哦，系咗俾我未啊？哦，喂，有未讲？跟住啊，唔系呢段，冇问题。哇，嗰段系好撚好笑。做阵高级鸡，俾有钱佬埋单啫，系咪啊？即系佢系扮一个高登仔，啊、走去通街屌人啊！横掂都系做鸡啊，不如俾我做第一个恩客啦。喂，你系值咁多嘅啫，攞去啦，行唔行啊？我找俾你啊！呢个对白真系好卵贱。嗰度个怪人望住我。你行唔行啊？都算啦，仲要讲我找俾你。但系不过算啦，对唔住啊，睇你冇乜感觉，算唔系啊，边眼瞓我眼瞓，我只眼好痛嚟嘅，系咩？咁你瞓先啦，一系带你唔好讲。好啦，我哋唔再讲啦，我哋唔讲啦，喺嗰啲落命嗰啲，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，如果你要揾嗰十二个人，你拍套戏，我去拍一套戏，而系你问我，我觉得必然唔好睇嘅戏嘅时候，喂，不如。你继续搞下呢啲好过啦，系嘛？你成角可以佢，你成角其实可以值得继续拍，吓、你杀手费 J 我都觉得值得拍落去噶，拍多几集，吓、我觉得值得噶。咁你个 Ice Cream 又去咗边咧？系嘛？等夏天先啦，系嘛？都系，我唔知啦，咁样。